半只呼吸 3.0 强势回归，不仅特效爆炸，而且还能飞天。好家伙，这也太炫酷了吧！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。太离谱了吧，为什么他的火箭可以载弹飞天，而我的火箭只会炸我呀？莫非他刚刚从网易的房间里出来？ 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也太真实了吧，拜托请不要在我家悄悄地装摄像头啊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什么什么弹之呼吸 3.0 居然出现了，飞天波罗蜜多斩简直不要太酷好吗？我也要去试试。咦，奇怪，为什么我的不行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成功了吗？没想到网易也会如此温柔，在赛季更新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回忆。快让我上线看看。哇，真的可以看到过去的东西，被藏起来的足球门框，地雷中的第一赛季。不过有些玩家却是这样看的。